好啦，红灯亦都亮起啦噃。今晚咧就五班千四米打头阵嘅赛道嘅选用就系 C 跑道啦。目前嘅场地挂牌就好似黏地，咁但系个场地读数就比较奇怪啲，系2.71。咁啊，我唔知点样理解啦。总之公布咗就话俾大家听啦，因为有时2.73都会挂好地嘅。好，睇翻啲马入闸啦，见到咧就红中烈马啦。再嚟就领航神驹、超级黄蜂，最后阶段咧少少落飞就见到四嘅生生成成。好啦，超级黄蜂搞掂，扭紧计喎，只四号入闸啊，唔系好生性喎。威骏驹就唔等佢啦。好，卒之都搞掂啦，呢只四号马生生成成。接住嚟就灰马、黄龙帝国、元朗之星、领航神驹三隻马一齐入，剩翻三隻马啫喎。腾飞塔、最多欢笑同埋无敌精英，交俾塔前。飞塔最有入闸系最多欢笑，等埋只最多欢笑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透场赛事五班千四米嘅路程，大热系11准备。黄旗驹随时起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黄龙帝国创高峰啊，埋边第三位就红中烈马啦，中间第四位系超级黄蜂啊，内栏有喜悦一生，出边就最多欢笑啊，最出蓝白格仔衫走埋上去，仲有领航神驹啊，马林中间红衫咧，咁啊仲有呢只腾飞塔啦，绿衫蓝眼罩元朗之星啊，尾五内栏无敌精英啊，后边四只威骏驹必跑得，咁啊同埋飞马好威啊，红衫蓝帽生生性性，暂时殿后啊，转香港体育学院湾啊，放头嘅马咧就黄龙帝国噶啦，外边走咗上去系最多欢笑啊！守住个内栏第三红中烈马，中档第四又创高峰啦，出边啊领航神驹啦，再后边跟住个第六位红衫浅蓝帽腾飞塔啊，内栏粉红帽咧，咁啊灰马就喜悦一生啊，中间夹住有超级黄蜂啦，外边上一啲就系嗰匹咧，咁啊必跑得啦，跟住佢后边有威骏驹啊，掟到大外档嗰边咧就有呢只飞马好威，后边嘅马咧仲系红衫蓝帽，咁啊亦都掟埋出去就生生性性嚟噶。好啦，最后直路前。面黄龙帝国就占先少少嘅，中间位置最多欢笑啦，领航神驹一齐上紧嚟，外边追仲有威骏驹啊，大外档系生生性性啊，最后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马埋边黄龙帝国啊，外边追上嚟有呢只威骏驹，大外档系生生性性，最后100米外边生生性性逢马过马透出先拔头筹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威骏驹响中间追上嚟有创高峰，两匹马相当接近啊，第四名似乎最多欢笑咧。機會係大過入邊黃龍帝國，不過就要影相。結果頭場賽事咁啊，放棄頭段啦，生生性性因應個檔位，但係大外檔逢馬過馬，遇入無人之境咁贏馬，跑第二名嘅馬威俊佢係一號，追上嚟11號創高峰，好近啊！第四名咧最多歡笑啊8號埋邊黃龍帝國。之後生生性性啊，咪用翻布文啊，最後落飛啊，6.2倍勝出。第二名好近嘅一號嘅威俊驹啦，外邊啊，咁啊希威森，咁啊入邊啊就闖高峰11號影相霍王星啊。第四名咧都要好近嘅，咁啊8號最多歡笑啊，睇下梁家俊影唔影到第四啦。咁啊，布文真係好淡定啊。咁啊，頭場嘅暫定賽果頭馬4號生生性性2、3、4名，我哋等翻影相啊。睇翻賽事重播。黄旗驹随时起步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黄龙帝国创高峰啊，埋边第三位就红中烈马啦，中间第四位系超级黄蜂啊，内栏有喜悦一生，出边就最多欢笑啊，最出蓝白格仔衫走埋上去，仲有领航神驹啊，马林中间红衫咧，咁啊仲有呢只腾飞塔啦，绿衫蓝眼罩元朗之星啊，尾五内栏无敌精英啊，后边四只威骏驹必跑得，咁啊同埋飞马好威啊，红衫蓝帽生生性性，暂时殿后啊，转香港体育学院湾啊，放头嘅马咧就黄龙帝国噶啦，外边走咗上去系最多欢笑啊！守住个内栏第三红中烈马，中档第四又创高峰啦，出边啊领航神驹啦，再后边跟住个第六位红衫浅蓝帽腾飞塔啊，内栏粉红帽咧，咁啊灰马就喜悦一生啊，中间夹住有超级黄蜂啦，外边上一啲就系嗰匹咧，咁啊必跑得啦，跟住佢后边有威骏驹啊，掟到大外档嗰边咧就有呢只飞马好威，后边嘅马咧仲系红衫蓝帽，咁啊亦都掟埋出去就生生性性嚟噶，好啦，最后直路。
前面黃龍帝國就佔先少少嘅，中間位置最多歡笑啦，領航神區一齊上緊嚟，外邊追仲有威進區啊，大外檔係生生勝勝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嘛埋邊黃龍帝國啊，外邊追上嚟有呢只威進區，大外檔係生生勝勝，最後100米外邊生生勝勝，逢馬過馬透出先拔頭籌啊，跑第二名嘅馬咧威進區喺中間追上嚟有創高峰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啦。咁啊，睇翻張相，第二名嘅一路嘅威進區度先啊。咁啊，幾隻都塞住喺裏邊啊。第四都近嘅，咁啊，對灰馬咁啊，八號啦，最多歡笑。睇下巴豆呢種半騎嘅。咁啊，睇下啲預計派彩，跑第一名係四號嘅生生勝勝，獨贏派62.5位置派18元，跑第二名係一號威進區位置派38.5，跑第三名係11號創高峰位置派16.5，跑第四名就係八號嘅最多歡笑，連贏一搭四派420.5，二重彩四號一號順序派663元，三重彩四號一號11號順序派2788元，咁啊單啲就派383元。位置 Q 一搭四派137元，四搭十一派54元，一搭十一就派92元。上场就佢啊塞车，塞到晕咗，结果输咗。今次就报文跑啊，咁啊赢啦。咁啊3-1嘅预计派彩 A 一格夜热门牌24元嘅。到转今场到其他马塞到，闯高峰啦、无敌精英啦、超级黄蜂啦嗰啲，成条直路都困住。闯高峰叫做尽快攞位啊，咁啊上翻名。收得最緊要係無敵精英，係啦，塞幾次，紅中烈馬都冇乜位嘅，二號都係啊，裏邊超級黃蜂嘅直老頭啊，完全都又係冇啦，好遲先轉得出嚟，係咯，係啊，啊啲斯蘭裏邊塞下車喎，有時斯蘭裏邊咧就係、是、會咁嘅情況，因為變咗開邊有一追，你轉彎西出去，你見威俊區嗰啲掟出去咧，一揾到個位置都衝得好勁啊，因為裏邊塞咗啦，啲馬。步速又唔係放得好快嘅啫喎，好似咁，但係翻到嚟啊，尾嗰幾步弱啲啊，慢啦，直情中間都攬埋一嚿啊，嗰堆馬都，嗯，以為都俾呢啲黃龍帝國嘅有機會偷嘅，都放到最後100咁滯啊，係咯，總時間你都見1:24.01咯，加上個地可能又黏黏地啦嚇，個門都好多泥頭。馬四連環一號、四號、八號、十一號派6763元。四重彩四号一号十一号八号顺序派137425元。布文话我淡定啫，不过就唔一定走里边嘅，我都会识走出边嘅。佢好嘢捐到出嚟。系啦，如果里边又塞埋一份噶啦，姚本辉又一马赢啦，又扫三只咯，今晚又啊，嗯，今晚有喎，似系。好，睇下巡逻影片点样发挥先啦。起步咁啊，無敵精英咧，俾隔離嗰只黃龍帝國就稍稍影響咗啦，話喺鏡頭喐一喐添。好睇翻定先嚇，見到黃龍帝國出咗嚟啦，外邊就紅中烈馬創高峰嘅，咁啊外邊啊成堆馬，皆因咧步速比較慢啊，所以頭搭尾咧距離都好接近。外邊啊見到最多歡笑領航神驅啦，跟住就紅衫藍帽嘅騰飛塔，藍眼罩就元朗之星嘅，跟住啊無敵精英啦，威進區都跑得幾好嘅，氣威神馬都係中段彎位咧發力噶啦。外邊就必跑得飛馬好威，包尾就生生勝勝噶。啊嗱，你睇布文都喺裏邊嘅啫嘛，不過咧佢就冇塞喎。佢前面嗰啲啊，真係塞到飛起啊！佢前面一隻無敵精英，呢度仲係一個內欄。咁啊，超級黃蜂啊，黃地三藍袖啦，就喺二疊嘅。不過佢都係塞嘅，因為轉彎呢度步速好慢咧，有啲馬開邊又湧上嚟。你睇下前面嗰啲領航神驅排外檔，今次上前啊，都係咁上下啫喎。係啊，一度以為咧都有機會贏添㗎。啊，你留住又追唔切，擺前啲又唔到咁。開邊啊！布文好早望空曬啦，威俊佢都望空，裏邊有咩塞咧？邊只闖高峰塞？成嚿咯，係隻隻都黃衫咯，幾隻黃衫全部有份。係啊，左右都塞。咁啊，闖高峰終於叫賺到嗰個位，但係嗱，超級黃蜂都冇位嘅。哇！呢度哇咁撞出嚟添啊！哇！無敵精英都係臨尾嗰50先至望空得到嘅咋，真係慘啊！其實都塞咗幾隻㗎。咁啊，頭場賽事都覆網完畢啦。位置 Q 派彩一搭四派137元，四搭十一派54元，一搭十一派92元。
三揀一拍彩 A 一格嘢熱門派24蚊。二重彩四號一號順序派663蚊。四連環一號、四號、八號、十一號派6763蚊。四重彩四號一號、十一號、八號順序派137425蚊。我睇埋分段時間啦，頭段13:56，第段22:53，第三段24:23，末段23:79。賽前成時間1分24:01。